那萧伯廷的上垒率呢也高达了.354。这棒打成了一个游击后方的飞球，会不会三不管地带嘞？哇，真的三不管，刚好三个合库的选手过去。哇，这个落点是蛮幸运。对，巧妙的德州安打，这球有点切到。这球投在高的位置的一个曲球，切到球以后形成了一个三不管的一个安打，刚好在两个外野手跟游。